vì sớm quê điện vậy luôn.大家好，我们很高兴来到了第87集。这么霸气的集数呢，我就一定要做一件很霸气的事情，所以我决定带着我的保龄球以及我的球鞋骑摩托车来挑战我没有打过的球馆。有没有很好奇呢？我们一起出发吧。麦克隆欢乐世界，这么欧风的建筑，它应该是很久以前就有的保龄球馆，欧洲保龄球馆。现在不能出国，我们也可以到欧洲的保龄球馆感受一下。球馆，哦，我们是唯一的一组客人，打一局会不会不太好意思啊？我本来想说来这里会不会被认出来，应该不会，因为只有我，只有我们。这颗，哎呦 ，Hammer 的，这是金狼吗？哦，金蜘蛛哎，这个供球是风暴的，这里有。哦，这个是夏威夷风暴 Tropical 哥伦比亚的，哎呦，很多品牌货、哦。有，好像没有油哎。这是干的吗？没有油，真的没有油。真的没有油啊？真的没有油？真的没有油啊？真的没有油。不过它球局还蛮便宜的、啊，我们一局它的牌价45块，有球是40块，买三局还有优惠。带了一颗球，然后我其实太大双还放不下去，所以我上面的是我的换洗用品，但是我有带鞋，鞋底很重要，就如果走不动的话，这真的是没有办法了。然后我的球，先看一下，工具包还是要带着。带了一个脚架，身为一个专业的摄影师，随身有个脚架也是很正常的。带了我最熟悉的基准球。除此之外呢，我还带了这个 Emblem 的这个研磨片，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说的砂纸，它可以去调整球的表面。那通常我们会带比较多颗球，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多颗球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研磨片去调整表面。如果球道比较油或比较干，那可能可以让我的球抓地力更好或者更多一点，但可能这个已经超出我能够调整的范围。然后很重要的擦球皮就是要保持，不要让油会渗到我的球里面去延长我球的寿命，我可能也用不到，拿出来摆着也好。 OK，我们开打吧。第一球谁来？第一球应该很刺激。好，双手区。洗左边勾，在你会不会啊？在这里丢，我试试看，等一下。啊！我想滑不出去。换我，试试看。我们还是要按照一般的方法来试一下找到。助手倒蛮滑的，不会弯的话，我把球的侧旋拿小一点试试看。嘿嘿，随便有三次。等一下我的球，哎，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油。有。那为什么我刚刚手摸不到？可能在后面吧。专业。
已经站到这边去。啊，不是隔壁没人。这么客气，怎么打得到？哎呦，哇，可以哦！直球是我们的好伙伴。球没问题，没有球也可以打直球。这次再凶了。哦，有了，有像，试试看攻守。哦，有翻，有翻，有翻哦。哦，出去了，全倒了。算是赛道。目的我们只要打一个球打，像这种球啊，这个颜色就是珍珠面的球，所以它其实会比较滑。哦，所以我看你刚挑这颗，我就决定拿这颗，或许有机会可以拿进去。其实我刚已经瞄的是很右边了，我这次直接眼睛看的第十二道，我现在看的是。第二号的六号，是看旁边的方向，差一点。哇，差不多，可以哦。所以六指渊没有虎烂。对，六指渊在看水沟打中间。我现在看的是第十二道的六号瓶，然后打到一号瓶的左边。哎呦，这个落地很顺呢。哇塞！你要不要就留在宜兰发展？帅气了一个！哎呦，第二个出来，第二个出来！帅气了一个！刚好换一颗球，搞不好这颗球更会滑。哦，我只是不认识他而已。好，那我就就是像我们讲的，如果可以透过换球来解决，就不要透过改手势。所以我现在站到一样的点，瞄准十二道的十号瓶，打原本的手势，一样有侧旋，看看效果。超会跑，对，超级会跑，是不是真的比珍珠面的会弯？但是它的能量的保存感还不错，所以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这次我瞄是三，那不就还好？我们打中间的球套，啊，我们打最右边怎么办？没有人跟我们讲。你敢相信？我觉得这里还蛮好玩的。好球哎！哦，哎，对啦，对啦，六十六，对对对，六指渊说的，在台北的球馆真的会碰到一套。嗯，但我们现在在宜兰，还是蛮好玩的，还是蛮好玩的。打完球还是要把球放回球架。我们再去挑战另外一间，来吧。现在骑特86公里，即将抵达日安保龄球馆，还有900公尺，抵达时应该是87哦。右边，也是麦克龙。我们一天挑战两间麦克龙，87公里，来喽，日安保龄球馆。日安，麦克龙 again。这个楼梯跟以前的大公园保龄球馆很像哦，然后他们这边那个大公园引以自豪的灯在这里重新看到了。不过球道呢，应该还是原汁原味的木板道，45块一局。哎，这里都是均衣架哦，还不错。打球打球打球！哎，有会亮会亮，有超薄哎。超保险，有油，超级短油，还有钢板，有两块半的钢板哦，建成这里才开始厚。我该说什么呢？我不会说，我们试试看，打看就知道了啦。
刚刚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刚刚去买橘的时候，他不让我不出席，对，他说我们不能打一局，我们自己在写也要出席，因为他是一个队长。对，他打十局要加出席，但是你打两局就不用。对，然后他后来看我们在犹豫，所以两局给我们杀一出，原本一局45，打两局变八十。对，但是如果你们只打一局，你们一个人只打一局，就是65，我才不管你专不专线。他说这个不是邪毒，那是一个套餐的概念，搭在里面。太帅了，抱着被伤害的心情，我们一样先从周边开始。开始试。哎，滑很深呢、欸，感觉不一样。机会啊，有机会，有机会，会跑，会比较早打出全倒。我们两个都戴帽子，因为我们真的是骑摩托车过来，一路上。一下下雨，一下出太阳。哎，这个，哦，会接球哎，可以啊。好，慢点。打后面的好处，就已经看到前面了。先打。那是你功夫差。结果超级会跑的，是怎么样？我看你刚刚在那边，我以为。那个干涉度没有很好，啊，看起来 OK 啊，还行，还会玩。上一次看到这一组东西的时候，就是在4月30号，哦，大公园的最后一个。那天我在大公园待到凌晨5点多吧才离开，然后就关灯。3、2、1，大公园再见。想不到这么快就见面。哦，意外的感觉不错哎，哦，还蛮会滑的，而且后面弯得回来，哦，第二球又全倒了，第三哦，哇塞，哇，好嚣张哦，我知道了，因为你刚刚用的就是球馆的球，没错，所以它的弧度比较小，我刚刚误判，我刚刚站的是中间左边。3块板，然后弯进13，压不进去，再试一下类似的路线，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调整。真的不错，好像可以。不愧是比较多人的球馆，而且刚刚已经被认出来了。现在很少看到这样。以新的保龄球规则呢？只要有钻孔，手指就要放进去，你不能这样打哦，你要这样打哦。试一下，应该没有孔了吧？哦，这间球馆我有点喜欢。三个手指头的解法。对，他居然可以掉到水沟里面去，又自己爬起来，太神奇了！你要不要用我的球啊？好，我试试看。用我的球应该，你要预计它的弧度会大很多。太小看它了，太小看它了，打太保守了。下去啦！可恶！这边就需要插球了。如果你在欧洲保龄球馆打球的朋友呢？如果你没有买插球手套，我真的不会怪你。你不需要。哇！二号饼永远不是洞，要接起来要点运气，很多点运气。拍得到这个吗？应该可以哦，可以哦。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track 线，就是 track line， 就是轨迹的线条。这个如果打玻璃纤维道的话，就不会出现，因为现在的玻璃纤维道它都是一整片的。那现在这个古代的木板道，它是一条木板组成的，所以木板跟木板在行进路线的时候，这是我的油线，它会跟油线产生垂直的伤痕，就是 track 线。所以，像我们在买二手球的时候啊，如果你看到这个人的 check 线很准的话，代表他的水准是高的。那如果他的球
一下打这边，一下打这边，那代表他的手势就不稳定。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从这个线去看一个人的稳定性到哪个地方。那换言之，当你的trigger线是很稳定的时候，你的 PAP 大概就是稳定的，就需要去做一个精准的测量，就可以去量身定制一个好的保龄球。哇 ，double！ 我都没有调整我的站点，那我现在要来试着往左边站一点。奇怪了，太晒了吧！我来试试看，双手具有这么难吗？教我一下，教我一下。差一点，这个倒了，我都不知道要不要学。大家都有看过棒球大联盟吧？里面茂野乌郎呢，变成左手的快速球，就是因为他右手受伤，在三传国小的时候，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的右手也受伤，我也练过左手。就说赛道了，哎，少一只，少一只就代表我打二十分就赢了。有这个剧本没关系，我已经写好了，已经安排好。有一个让我赢，有一个悬念。刚还是过头，这是什么打法？起来，我的赢面很大哦。没关系，戏剧性嘛。戏剧性就是把它接起来。这个接起来，哇！用风球接起来就是天意了。我们看看天意怎么说。姿势有道，姿势有道。意思没有道。陈奇，后期把它做起来。哇，输掉了，输掉了！好像还有一局。对，还有一局。这个球要打两局 ，OK， 还可以接受。对，刚刚打两局就有点尴尬了，不知道干嘛。这个就丢太远。站起来，站起来！刚刚坐在马上开花。就代表我们不能坐在马，要在马的前面。嗯，马首是瞻，马首是瞻才不是这样子用。哇！偷嘴被打脸。终于，终于，走之前一定要留下一个帅气的拳打。我刚刚站在上面呢。就会觉得没有脚踏实地，心不踏实。我们做人还是要脚踏实地。我看到左边来，啊，心里踏实多了。哇！你打的算真的是你。1:23，打个保龄球，骑了216公里。哇！到凌晨2点，有电梯的球馆，我们暑假期间才到2点。哇，漂亮哦！好漂亮哦，还这么多人在打球。东台湾最棒的保龄球馆。哦，亚运国手朱佑杰。Hello， 拍子拍子，让你们等这么久。哇，你们这里好漂亮哦，球馆也漂亮，小巨夫也好漂亮。然后呢？今天真的要打球了，肉眼来看一下球道。不知道观众朋友看得到吗？这个就是有出球过的点，
对啊，所以这个球道呢，就是有被使用过的，但是状况还算还可以。打打看喽，拿攻球又臭脚心。你真的比我快的打到全岛，可以，你看第二个有没有？第二球就打到全岛，哎，这里有动画，对，米卡，有没有那么凶啊？对，这是米卡，打完要这么凶，打完要这么凶，打完要这么凶，要打到才可以这么凶，没打到才可以这么凶，没打到就不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今天可能可以打出比我们昨天两局加起来高。好，下钩了下钩了，没有杆板。怪什么？怪没有杆板？没有杆板，本来就不应该有杆板，好不好？就习惯打没有杆板的球。哎，怎么送了一支十号球？我们不是一个纯粹的干话性节目，所以还是要去讲一下你的左脚。你的左脚，你在出去的时候还是会贴着这个角度。这个角度的时候，你出球就不容易丢准，因为你的身体圆不回来。第二，你的脚会变成这样，就容易受伤。所以你要试着让你的脚往前面踩。然后你刚那球，刚那弹射，它一直这样晃动，所以代表你对于你的下盘现在没有很认真的去要求。虽然我打了两球还没有热身，我应该可以做到。要凶，凶。可以，你会了，好打，你会了。啊，打到他都会跳舞了。我、哦、没有送出去。这球他的想法还是手太早动。手太早动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让球的路线往后面走，他就会提早的在球到这一段，他就去做动，这样的效果都不会好，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弯曲，但是他其实能量是不好，所以还是节奏，好，我们的 tempo 很重要，人踩好了，把手往前延伸，到球要离开的时候，再顺势把动作做起来，球再可以滑到后段，再开始进行动作，弓箭的部分，哦，有好一点点，球滑出去了。好，那就球滑出去了，打的侧旋呢有点大，太大，然后轴心脚偏平，所以球会比较敏感，这样感觉就比较不容易打到。但以这个的力量来讲，你的人大概再往左边站个三块板，三块板差不多，嗯，会比较容易打中。没有。没有杆板，真的没有杆板。我要试路线，因为我刚刚第一球跟第二球的路没有打得很准，所以我再试试看外面还能不能摸。应该是，如果误差太大还是没有，但是我觉得里面的阿索比还是可以，可以。这样刚才看不出来是没打准。打里面就随便打。很好中啊，油线有两圈的是明显的，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正常的油。这边的可能就是 buffer 出来的，就是比较薄的碰多区。我觉得刚刚打的这个路线，我如果把转折点设在一键半的地方，它的阿波比是挺大的，那球尾的反应也挺大，我觉得是挺满意蛮好打的。那我再试试看，我的人再站左边一点，再打斜一点，它的阿波比是否还存在？那当然就有可能会失控，打里面的，比较难度如果是中等的球的话，它出去之后回来会没力，那如果回来还会有力，就代表这个油土就比较简单。这个球它一样进到一三，但是我的路线拉得比较大，所以其实好看，但是耗能，所以我刚刚的那个能量会好一点点。但如果今天跟朋友出来打，打这样比较帅，对，打爽了就是这个路线。三传高中，三传高中又来了，对，是三传国小吗？三传国小，三传国小的时候把右手打伤了，这个球到的 RSOB 我应该可以用左手打得到，有机会吗？哦，也无人，也不是每球都投好球的。刚刚移了两块半往左边，那一样是打得进一三，但是能量差了一点点。我现在会再把我的站点再往左边移，
然后试着去攻同一个转折点，去看看他的反应效果如何。应该要比较不准。绝对就是我太厉害了，我太厉害了。他的阿手比蛮大的，所以你应该不用太小心，你反而是要让你的路线尽可能的是打到比较外面的地方。刚刚是站中间，所以现在已经向左边移了十块板，我看看效果如何。没有打到外面，这球的路线没有往外打。但是来了一个幸运拳打，我刚刚一开始站的点是站在这个地方，就是从中间右边的大概 2.5 块板，我刚刚已经站到了这里，大概移了7块板，但是我打进去还是移3。它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呢，当我们的瞄准点以转折点为目标的时候，它会比下点来的准一些，这也是很多国外的理论现在会觉得说我们打转折点的时候，转折点的这个区域在这边，我们从这边到这边，它会先收缩再发散，所以如果我的转折点打得准，那这段发散它的误差也不会太大。但如果我们在下点的时候差一块板，差一块板的时候，它是放射状，所以它可能会打到这边或打到这边，它反而会不太容易准。所以当我们设定为转折点来瞄准的时候呢，比较容易打得到。那第二就是它这张油图的难度没有很高，所以造成我的误差在一定的范围内，它都可以打到13。那既然如此，我就移一个再更多一点点，看看会不会还是在13。我这次一口气移了12块板，所以过弯的时候回来的能量不足，这是正常的。大鲁阁公开赛啊，四个馆都可以选，我觉得这里好打很多。对，推荐一下，刚好可以来花莲旅游。不过花莲现在的民宿呢，因为暑假期间非常的受欢迎，所以赶紧的订房间，我们往花莲来旅游。而且花莲的球馆居然出乎意料的，出乎意料的，对，好打。这次的想法就是我不要把球打那么勾边，我刚刚设定的转折点大概是在一箭半的那个地方，这球我的目标转折点我设在二箭的前面，大概是十块板，我想去试一下不同地方的干涉度是否稳定，但是我的路线大概有预期的去修了一下，那我打起来的感觉是还蛮标准的，符合我的预期，就是如果我修正了这个路线大概会误差几块板，这个算计跟我所理想的标准球道是蛮接近的。出去了，但是弯的力量 OK， 可以，这个点可以打，可以让你帅了一球，让我帅到一球。对，但是我觉得这球转速有点失速啊，有一点没有带那么好，对，没有带那么好，运气成分极多。连续两个拳头，能不能再帅一球呢？哇，这个实在的，这个是实在的。这个是实在的，对，好敢说啊！实在一球，实在一球。好，我们下一球先不要太那个。哎呦，不要太，我会不会想要尝试冒野无狼，最后被你追过去？吃鸡都怕。如果贴到底的话是164分，我以为是194，那没办法啦。OB。OK， 好，不错，打得有板有眼，53分，磕保龄球出门感觉还是不错的。那当然，我们还是要照顾一下，就是还没有练好那么完成度高的曲球的时候，还能不能打这个球道？所以我现在会把手腕放松一点点垮掉，就会模拟出比较弱的转速，那会往奥赛站看看能不能有好的表现。我们在打球啊，球道的后面的干涉度有没有好，就是看那个球后面会不会加速。所谓的加速就是它的那个自转会不会越转越快，就是它的球皮跟球道产生的摩擦力，那看起来是有的。OK， 算是很友善的球道。对，就
这种球道它也不算是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难度算是中等偏易。那我觉得这个是保龄球爱好者还蛮友善的。那如果技术更进阶的，当然就会希望有一些更有难度的挑战。但这里是花东唯一的球馆，对，东台湾唯一三的球馆之一，我觉得已经没什么好挑剔的。对，再挑剔就吹毛求疵了啦。对啊，这球还是要刷一下。呀、yeah, ，好玩，好爽。这种就是可以打认真，也可以打爽的。对，这个球道就比较好。对啊。而且我们没有跟球馆约好说什么时候来，我们刚刚球道也不是新鲜为我们准备的，我们也不知道油图是什么。对对对，我真的也不知道，反正来了就打，对，然后打了就还觉得蛮开心。最后一球，我也试试看攻球的效果如何。攻球我预期它会比较滑一点点，所以我打的会稍微保守一点点，然后看看如果我在。朋友们没有买球或者没有带自己的球的情况下，能不能打出爽快的需求？过头有像，其实有像，这是攻球哎、欸，有没有搞错？ Okay, 我们不用 NG 了，就这样，我很满意。那我们就继续的往下一站，台湾最难的球馆前进。好不好奇最难的球馆是哪一间呢？而且最难的球馆会不会是最困难的球馆？然后环境怎么样？我也很好奇，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那间球馆打过。那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